不错，有点样子。记住，身法正直，不缩颈，不露臂，不弯腰，不前探，不后仰，不挺胸。 看来我不是学射箭的料啊。身端体直，用力平和，拈弓得法，架箭从容，前推后走，弓满，事成。 你是妖怪，你们虫虫兽兽肯定是一家，那你多少对蛊虫都会有一些了解的吧？啊！不想死。 就不要强行召回蛊虫。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把蛊引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，去祸害别人。你唯一想祸害的人就是我。 是个男人，你是男人，你如果是男人，是如何把狒狒勾搭出来？我是不相信你不会变回容貌跟声音。我更相信野兽的直觉。你唯一想祸害的人就是我。 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在你想某人的时候。我刚才还在想呢，你什么时候来找我拿药？那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啊？我憎恨的不是他们谈论我是九头怪，而是他们心底的鄙夷、轻蔑。我允许你提，是因为。 是因为你嘴里调侃取笑，但心底从不认为九头妖就是怪你。我曾经比你更怪异。
所以你躲入深山，不敢见人。